那几年，我一直在骗你们。我做了假的学历。喂，稍等。黎明，是我。那事儿成了。临时集团下周就开始执行计划书。你那些衣服没白做。行了，你赶紧准备一下吧啊！嗯，拜拜。 丽姐，我想看一下最新的业绩表。你是想看一下你跟简爱谁排在前面吧？截止昨天，你们两个人不相上下。艾米姐，听过没有？牛排啊！ 是不是特别贵啊？哎呀，贵不怕，主要带你见见世面。哎，我看啊，那些外国人吃牛排还得用刀子呀、叉子啊什么的，我也不会啊。不会没关系啊，抓起来就啃。<笑>你会不会？自创一个吃法就跟别人不一样。<笑>快点，你洗完手了吗？嗯，洗完了。行，我马上啊。哎，走吧。 抓起来就啃，行了，走吧。吃你，我不，哎，文心，有几句话我想单独跟你说。去，你先站地儿去。 一会儿过来啊！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李一鸣他们厂的单子，你让给我吧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你还没报给老高呢。那为什么让给你呢？因为我是你知根知底的老同学呀。说实话吧，如果是平日里你业绩不够。 想让我帮你，我让给你没问题。但是今天这个单子，直接影响到我能不能当上业务主管，所以我是不能让给你的。我知道。可是简爱，做外贸的，追求的是货真价实，业务主管也一样。尤其是像咱们这样的大品牌、大公司。 你什么意思？你除了简爱这个名字是真的，你的那些证书全部都是假的。一个从头假到脚的业务员，哪个客户敢找你订货？哪个公司敢用你？看在咱们是老同学的份上，我一直帮你瞒着呢。你能不能也帮我一次？ 你就是为了当上业务主管？对，我不会让给你的。哎，不不不不，你别那么快回答我。其实你能当上业务员，你应该知足，把李一鸣的单子让给我，我继续帮你瞒着。你不用想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不着急。明天早上10点例会之前告诉我，别晚了。 文心怎么是这样的人呀？距离10点还有5分钟，马上就开会了，开完会再说吧。你想好了吗？ 会上你不就知道了？你们今天谁先说呀？我先说。好。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。林氏集团
已经决定将服装加工业务转入咱们中国。太好了，恭喜啊！拿下一个大单。你们啊，就知道大单小单。外商进入中国，开拓服装加工市场，这对于我们中国纺织行业来说，那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儿。再跟大家说一件跟业务没有关系的事情吧。说。我。 我对不起大家，这几年我一直在骗你们。当初为了当上跟单员，我做了假的学历和假的英语六级证书。 这些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是吗？我真实的学历只是高中。才高中的时候，你一直假的，真的假的？知道你没有假，我真看不出来。是这个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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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嘴皮都磨破了，希望王总啊，看在你平日里功行不小的份上，网开一面。谢谢你，刘总，我也用人格向王总做了担保。你只是一时糊涂，其实你骨子里边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，值得公司信任。谢谢艾米姐。义务部联合写了一封请愿书。 希望公司把你留下。谢谢高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简，王总叫你进去一下。好嘞。经公司查明，市场部业务职员简案入职文明造假，严重违反公司人事管理制度限制，开除处分。 你想干嘛？你别紧张，我是来谢谢你的。谢我啊？这几年我心里负担挺重的，假的文凭，假的英语六级证书，像大山一样压在我心里。所以我每次见到你，我都特别不自在，特别紧张。但是今天，虽然我没了工作，但我却觉得。 更轻松，更自由了。恩熙，真的谢谢你，简爱姐，简爱保重啊。